谢谢大家，好好好，谢谢，嗯，谢谢，谢谢，感觉，哎哎哎，好，谢谢，快叫奶奶，快快快，你等会儿，这超什么便宜呢？谢谢朋友们啊，久闻哈尔滨的观众特别的热情啊，是啊，结果一上台也还这么着吧，也就啊，是这不是，嗯。这么热情感受不到吗呢？开个玩笑，哎，别逗，因为大伙儿都对我们都熟悉，嗯，都了解，都认识。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嗯，纪念孟鹤堂、周九良啊。在这怎么改纪念了呢？不是，就是纪念，不是纪念，这就是专场，专场演出。哎，大伙儿呢来了特别多的好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热心观众，哦，也是我们德云社的好衣食父母。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一上来呢，大伙儿也是慢慢的熟悉这个剧场啊。哦，头一场开场嘛，嗯，有的没找着座啊，嗯，没打开摄像机呀，啊，哎呀，没打开大炮啊，大炮啊，对呀，啊，有录影的朋友啊，嗯，慢慢的这个缓和一下，熟悉台上的演员和剧场的环境，是是是，也让孟老师、周老师呢在后台啊都准备准备。哎，所以这个时间段呢，舞台上不能空着。嗯，德云社呢决定呢也得让我们两个比较帅的演员呢上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啊，对，义不容辞，义不容辞。对对对，所以我们呢也就上来跟大家见一个面啊。好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来到东三省演出，嗯，其实东北人是极具幽默性的。哎，对，从他的语言当中你就能感觉出来。怎么瞧出来呀？你平时东北人说话的时候，嗯，你就特别的豪放啊，这是性格呀。哎，你从这个他说话的这个感觉上就能感到。什么感觉？你东北人说话的时候 啊，东北人说话的时候，这话呀，哦，永远是张口音。谁闭着嘴说话呀？你这玩意儿。但是他这个话还是含在嘴里边的。哦。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您给我们学一学。傻狍子。嚯，你怎么老听到这种词语呢？这不是比较经典一点的吗？哦，好，要经典，你看所有的话都是这种感觉，哦，它有一个起伏感，有起伏。你看那东北人，啊，说话，啊，你说傻狍子、撸钩子、笤帚疙瘩、苞米盖的、三驴崩的、秃噜哈的、拨了盖的、卡秃噜鼻了。行，哎呀，都这样。您学的都是这玩意儿啊？这东北人说话的特点啊，这口头语还喜欢用四个字儿词语去总结，啊，怎么叫四个字儿啊？你真的假的？啊，可不咋的。哦，别说话了，哟，都在酒里，嗯，别撕巴了，给孩子的五迷三道，炮马张飞，五马长枪，来了，老弟。哎呀，好啊，就这样，还真是有研究。所以说到我们到东北以后啊，嗯，基本上这个演出的状态能轻松一些。哦，是吗？因为大伙儿都懂相声。都懂幽默哦，这好。您有对我们都熟悉的，嗯，了解的，你今天来的时候啊，能看出来东北人这个热情感。是啊，哎呀，临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跟孟鹤堂老师在一块儿，嗯，我们这个其他的助演都围在旁边，哦，那给孟老师开个道啊。哎，对对，啊，旁边就围着咱们东北的好朋友。哎呀，好热心观众，哎呀，拿着手机，拿着相机，哦，拿着大炮在那拍呢，都在那照相呢，都在那拍呢，啊，都是为了看孟老师来的啊。是啊，但是东北人的热情让我感动在哪一点？您说，竟然有人能认识我，嚯，您这。您也很火呀！不、啊，再说一遍啊！是什么意思？还是爱听。您也人气也挺高的。哎呀，知心老汉呐！这什么名字？这我的意思你了解吗？我明白您的意思。你看，有您的粉丝，看孟老师能认出我来，你看看，这很正常嘛。您出来的时候，我在前面给孟老师开道，啊，来，大伙儿都闪闪，都闪闪啊！得帮忙。大伙拿着相机一看着我，都喊我名字，叫出来了，孙九芳。呵，你瞧，闪开，哎，啊！哎呀，我的天！这大脑袋给孟老师挡的呀，我的天！啊，哎呀，快！你又这样，嗯，又这样的，挡着人了，你生气太可气了，嗯。所以今天我就决定了啊，你这不能惯着他们，你知道吗？什么叫不惯着人？你这都不认识我，都不了解我。啊，有您的观众，这就好办了啊？怎么好办？演员要起到自己的作用。
什么呢？你得把自己推销给大家，让大家都认识、都了解才好。这得怎么做呀？您今天冰天雪地的，一会儿演完出以后，大伙儿肯定就散场都往外走了啊。是，这个时候咱们演员不能退缩呀。演员演完了台上的得演台下的呀。怎么演呀？剧场门口等着大家，演员堵观众。哎，对对对。哎呦呵，您那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哦，让大家记住我们两个人。这怎么让他们记住、啊？哎，走到门口，手里边抱着一摞传单。一会儿打这边散场出来一位观众啊，大哥，孙九芳了解一下。哎呀，好，游泳健身也可以，这也有。老话说得好，啊、万水千山总是情，了解芳芳行不行？哎呀，世间哪有真情在？郭晓汉，你爱不爱？还有我呀。当然了啊，那可以慢慢的、哦、大伙儿就都熟悉了，就靠这种形式推广。这不是算是推广啊，大伙儿是熟悉你的前提下才可以。哦，也得知道。对了，不能说是一种营销销售的方式去做，这就错误了。哦，因为德云社本身做的是口碑。哎，对，大伙儿人家是靠的这块金字招牌。嗯，您从来没见过说是德云社说是这个演出啊花钱做广告，没有的事儿、哎、这不需要。人演出商人家自己去宣传。嗯，你说这个买点什么让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夺大家眼球的事情，哎呦呵，没有。因为德云社这仨字大家都熟悉。嗯，所以说我们德云社一直来说都不做广告啊，不做，踏踏实实的我们都买热搜。别等会儿吧，你这大伙儿没听说过买什么热搜啊？那不是让大家更注意一下我们、啊？那咱就好好演出就可以了。买不买的都会热搜的，哎，好吧，都会了解的。哎，没办法，这不是广告性质能决定的，这是所谓的一个口碑问题。哎，对，这跟广告就不一样了。广告它做到的是它的这个宣传度没有那么广，没有那么大，是这怎么办？怎么办呢？就得说是去夸大其词。广而告之，要夸张一些，这是广告啊。但是其实咱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这样啊。你说买了好多东西，买东西以后为了广告去的，是看着这么好啊，买回来以后一想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它这个东西跟广告不符合。其实都是这样，你瞧瞧，你要说广告要是全都说实话，不去夸大其词，那就很多人就不会再去买这个东西。这怎么能不买呢？一定是这样的。您宣传的时候就诚实一点，大伙知道优缺点了，好辨别呀。现在的广告不能这么做了。不是，您什么话都说出来，大伙买的更多了。就是把它的真实性告诉大家。我觉得这样好啊。这广告就没法做了。这怎么至于？您不信，咱们可以做一回。可以来一回啊。来一回这广告。您来来。你看什么广告都说实话啊？对。还有这么多人买吗？有啊。大家好啊，这里是芳芳广播电台。广播电台下面几组赞助商为您提供播出的广告了，请您注意收听。咱们听听，康帅夫红烧牛肉面。您先等会儿。康帅夫啊，这红烧牛肉面，这哪有这牌子？没吃过这个牌子，没这牌子。您听这广告词儿啊，好，康帅夫红烧牛肉面，吃一万多包吃不出一斤牛肉。哎呀，没有牛肉啊！你广告说实话呀，那就没人买了，对吧？你说实话就不是这样的，改红烧面了，您呢？对对对，广告还得继续做。春秋航空最便宜的航班，天空中的绿皮火车。哎呀，这，哎，这都是赶场坐飞机来的，你行了。这绿皮这谁敢做这玩意儿呢？这广告说实话呀，那别的可以。王霸洗发液用过之后，秀发去无踪，头屑更出众。哎呀，这是脱发液吗？那您都说实话就不行了。宜家家居床上躺满了您生命当中的广场舞大妈。哎呀，都喜欢大妈您啊，蹭床去睡觉都这样。高德地图让您用过之后感受到郭德纲的嘴到底有多碎。哎呀，这啥？您换个人说呀。这怎么了？这说实话，这导航多好啊。你没用过郭德纲老师的地图吧？我的打车时候我听见过呀，挺好的。你走着走着他老搭个你知道吗？你开着车你走不就行了吗？是，他跟人家其他导航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前方500米曾经有坦克在此经过。哎呀呵，怎么着你压着过呀？
人家开玩笑嘛，对不对？枯藤老树昏鸦，小心前方大妈。哎，大妈，你能打油诗做的，多有意思。是，您正往前走着呢，前方500米，请掉头。啪，掉过来了，呀哈，你还真掉头啊！哎呀，嘴怎么那么碎呀？这都是这样啊？您是嘴有多碎？哦，好多都是这样。这是特点。看德云社演出，上大麦网抢票，抢票的时候网站比你更先崩溃。哎呀呀呀，行了，您这，你说实话吗？人家现在服务器已经更新了。大麦网抢不到票，来德云社的现场，现场的粉牛比黄牛更黑。哎呀，行了，哎，就是咱也管不了吧您。人有这，你要做广告，你要说实话的话，他就没有那个华丽的外表了。那看来还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但是来说，刚才我说的这种做广告的形式，搁在过去那就是屡屡皆是了。以前老年间那些小行业人家真正的就是做的是招牌跟口碑。哦，就是说实话。对了，有一说一，有实说实。你瞧人家，您过去做不起那个广告什么宣传啊，他靠的就是自身的魅力。哦，怎么个魅力啊？有一种宣传方式叫做叫卖啊，这我知道，叫吆喝。对，靠自己的肉嗓子去吆喝。对对对，大小买卖家都这样山药、土豆、茄子、黄瓜。呵，你看这做一回广告，一辈子白干了。是，不够挑费。嗓子吆喝这吆喝出来特别有意思。什么味儿啊？我给您仿学仿学。行，您给大伙儿学一学，可不可以？好啊。早上起来，北京城。北京，二环以里啊，现在过去是四九城里。是。有这么一个小伙计，挑着这么一个扁担，前后箩筐有好几样的青菜，站在大街上，这手拢着耳朵，干嘛拢耳朵呀？要拢一拢自己的耳音，听到自己吆喝的会比较清楚一些，自己也听一听啊，这边能收音呢，是，哎，等会儿去，您别追这音儿啊，能听见。听着，您给学吧。哎，香菜，哎，您这，不是，东北观众挺懂相声，你知道吗？是懂，这太捧场了，这就是是是，咱也没有什么包袱技巧，人家就会乐，你看见没有？是，您干嘛突然停了？不。我让大家品味一下这种叫卖，品味什么？吆喝的是什么？香菜呀。好啊，您对这个叫卖有了解？不是，不了解也听出来了。您可以啊，喊得多清楚啊。我怕您不太熟悉。我怎么能不熟悉呢？再听着啊。您再说吧。听这个。哎，香菜，辣青椒哎。这是什么？辣青椒啊。我说可以啊，小婊子，这一顿你等会儿，怎么说话呢？什么小婊子？小宝宝，小宝宝，你才小宝子呢！小宝宝，您这就俩菜呀？不，我东三省很少人能听懂叫卖啊。您这都吆我出来，全懂啊？您了解？当然了解了。您听着啊，您往后吆吧听着后边。哎。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儿，香椿的蒜儿嘞，好韭菜。好，嘿，你看，嗓子还真不错，站在道外就这一嗓子吆不出去啊，连厢房都能听得见。我穿那么远呀、哈哈，你还真信了？这你词儿不就这么写的吗？不，我发现你总能抓住哈尔滨观众的这个笑点，他们的笑点总是那么的奇特，你有没有发现？是你老子不按剧本演，他们总是乐这个快乐的小尾巴，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叫小尾巴呀？这笑点挺讷呀，他们。您学。
您这吆喝的是不错，可以吧？啊，可以。您听的是这种吆喝叫卖的这种方式，多好听啊！怎么样？好，这属于是过去北京城的叫卖，这是卖菜的。这么着啊，您会不会叫卖？哎呦，这您还真问着了。好，我在北京长起来，这吆喝打小就听啊。好，您北京长起来了。当然了，我听的这些特别老，他特别老。对，我这吆喝着你都不知道。哎，这么着，怎么着？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啊吆喝一回。俩人吆喝行不行？怎么来？我跟您这么说，您说，您一张嘴，这上句一出来，这叫卖我就能告诉您这是卖什么的，还能跟您接上来。嚯，您这说大话了，不能，您听这个啊，我听着、这老吆喝了，这老叫卖哦。当然了，好的，南瓜大的，南瓜大的咧，不色的咧，色咧还管换的咧哟。可以呀、啊。不是，这吆喝什么呀？这是卖柿子的，朋友们，还真知道。柿子要讲究咧起咧落啊，对对对，要吆喝五个咧，哪五个咧？咧南瓜大的咧，不色的咧，色咧还管换的咧。可以，还真听过呀。当然了，但你这调门跟我的不一样，不比您高一些。哦，行，那您再听这个啊，可以。红的瓤儿好，红的瓤儿好啊，白的瓤儿高，吃到嘴里边不用嚼，两个大字儿您喝去不？这什么呀？卖西瓜的，西瓜太郎，那个西瓜、知道吗？什么太郎啊？西瓜，我这都听过。红的瓤儿，白的瓤儿吗？哦，那这么着，那调个啊，你吆上句，我接下句啊，我告诉你吆喝什么啊？你也有这能耐？那当然，我也显摆显摆呀。可以啊，您来吧，听我这个啊。哎，买大小小金鱼儿哦，绿瓷盆儿哦。卖大小，您卖的是什么？小金鱼儿啊，绿瓷盆儿啊。您一套一套的，有大有小，不光金鱼儿，还有瓷盆儿。你这俩答案呀？不是俩答案，这本身卖瓷盆儿的。那这不算，您再来，再来一个，您换一个，听这个啊，哎。迎面馒头，硬面馒头。对，您这拿什么玩意儿蒸的？你这拿屉蒸的。好，一马俩脑袋，您再换一个。不，咱这你再换。这个调频，江米小枣哦，总在切糕。您这老俩答案就没法弄啊！您这不能。行，那我知道俩答案对吧？啊，那你再来，还能来？你再来一个，听这个啊！说俩不就完了吗？麦粥哦，大米粥、小米粥哦，红豆粥。你看我吆喝，再来，吆喝红豆粥，再来。麦粥哦，大米粥、小米粥、红豆粥、绿豆粥哦，八宝粥哦。你再来，你再来。麦粥哦，大米粥、小米粥、红豆粥、绿豆粥、八宝粥、莲子粥、椰果粥。杏仁粥，我想喝什么粥，我熬什么粥哦。粥九凉哦。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怎么了？别摊手了，你卖粥吗？什么粥？你粥九凉干嘛呀？哎，这粥您要不老喝，一放那儿它不就凉了吗？这我才不知道了。啊，对呀、我就是提废话，没有您这么样的。我照你这么来，你也不知道卖什么呀？要不可能，您要吆喝，我就知道是卖什么的。你还不信？你听这个啊，您吆啊。包圆了。哎呀，你这不是难为我们长春的观众吗？你这不是说呀？这，哎呀，好，沈阳的观众，沈阳，您难为沈阳的观众。这你出了门挨打，我救不了你啊！你这玩意儿不能，你这么吆喝，你要就这么来，我吆喝你也不知道。你吆喝呀！两元一件，两元一件，一律两元一件，一律两元一件。清仓甩卖啊！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跟着小姨子跑了。王八蛋！你这会的不少啊！您没这么吆喝的，您那么胡来了？这不是胡来，正经的咱确实知道。两个人吆喝可以吗？什么？两个人吆喝都可以。什么俩人吆喝？我这边吆喝，您也能吆喝是不是？我会呀、您会啊？咱这么着吧。怎么着？咱也谁也别抻练谁了。咱们给大家表演一回两个人一块叫卖的。什么是俩人叫卖？卖故意。哟，这没听过。呵，您说相声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卖故意吗？不知道。哦，卖故意您都不知道？我活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仨字儿。是是是是啊，
这么着吧，怎么着呀？我教一教你。那太好了，我就好学。您学习，我学习能力很强。您学好了以后，咱们俩给大家演一回这个卖故意。可以，今天您就教教我，可以吗？好啊。什么是卖故意的？您不知道。老年间啊，过去卖旧衣服的。哦，旧衣服。因为啊，过去穷人特别的多，穿不起新衣服。哦、是是是。这个。故意行啊、是有打当铺里边把这二手的衣服赎出来以后、哦、当铺缝缝洗洗啊、再卖给穷人哦，转个手哎，对，就是服装界的黄牛嘛啊，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啊、倒手卖嘛，这是是二手界的咸鱼啊，嗨，这那会儿也没有咸鱼，明白吗？明白吗？我明白了，知道什么吆喝这个可不容易，是吗？对啊、哦、首先来说、嗯、得讲究撒谎圆谎跟找钱算账，这怎么还得撒谎啊？撒谎啊，这衣服本身就是二手的呀。哦，您把这缺点得告诉各位啊。是是是。哎，然后呢、这个有人买这衣服，哦，有整钱，有大票啊，您得领大钱，得找给人家。哦，这么回事，这个就比较高级一些了。还真是、啊。咱们有能耐在这上面抻练怎么样？行，没事，我都能学会。您能学会？跟您学。咱这么着吧，嗯，分一分角色。哦，怎么分呢？我来这个故意店的老板。哦，您是老板，哎，您来这个小伙计啊，好不好？就是打下手那个，打下手那个。我给你来小鹌鹑吧，要不？小鹌鹑不好。别小伙计，小伙计那个小伙计。不，我儿化音还说小伙计，知道吗？是这么说吗？不是，小伙计，小伙儿啊，是这么。您的儿化音加的不对，小伙，小伙子，小伙，小伙的，伙，小伙计，小伙，小伙计，服务员。行行行，可以，我是个服务员，小伙的、啊、服务员，可以吧？嗯，您把这个白不呲咧的这个东西要拿起来。哦，我也拿这个，这个叫手绢 啊。我知道，现在这就是道具了。哦，这什么道具、啊？这就是过去的一件啊马褂啊。哦，这就是马褂，这就是一件马褂。好好好，怎么样？好，咱们俩呀、嗯，站在这个故意店的这门口。哦，清晨起来，大早起，哎，咱们。要活动活动一下咱们自己，怎么活动、啊？不卖衣服之前，先调动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哦，还有这个环节？当然了呀、哦，销售最重要的是热情，你知道吗？哦，你现在大早上起来以后，你出去你看啊，您人家那个洗头发的、哦、剪头发的、理发店，那这那些造型啊，您人家八九点钟有剪头发的吗？没有啊。但是人家那么开那么早干嘛呀？不知道。你看看，就为了让大家先饱满激情的一天。陈迅先要开心一些哦哦哦，是不是？领班往这一站，哎，底下站这么一溜，又一溜发型师哦，托尼老师，呵，杰克老师，嗯、，Seven 老师，嗯、艾迪老师，泰罗老师，乔治老师，佩奇老师，哎，完了，好，对，一排奥特曼站俩猪，你说，哎，来站好了，哦，可能是把吹风机也拉出来了。站好了以后、啊、你调动调动大家呀、啊、怎么来啊，21世纪是一个形象魅力的时机，在此我真诚而免费的把我介绍给大家、哦、我是本店的发型师，我的名字叫孙托尼，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都一定被自己的发型和美丽所困扰、哦、没有关系，现在本店为您的发型为您的美丽解决了一项难题、嗯、本店新进口了佩奇牌吹风机、哦、佩奇牌吹风机它涵盖高，吹风效果好，吹一次顶过去吹五次，吹走了您的青春、哦、吹走了您的美丽、啊、让您的生活从此寂寞没有光环，从此之后购买一台佩奇牌吹风机、啊、您可以享受财富式的人生、哦、让您的家人、您的朋友、让您的同学、让您的同事们都能够获得一次财富的机会，是吗？买一台吹风机、啊、可以带两个人一起来买、哦、获得更高的利润、哦、两个人可以带四个人，四个人可以带六个人，六个人可以带八个人，朋友们你们就发财了，想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买个吹风机月入15000，你大家有没有信心？您这是不是传销啊？不能，怎么不能？一个带俩，俩带四个，这不就传销老鼠会吗？没有，先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哦。后来还唱歌呢，唱感恩的心。行了行了啊，有没有唱着破歌？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一二，还有这玩意儿呢？哎，调动起情绪来以后哦，新的一天才能卖出去更多的东西。哦，这就开始上班了，热情开心。我明白了，就得要这个情绪，笑脸迎人。哦，那我懂，明白了吗？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啊，那咱们就开始了。行，我跟您，嗯，好不好？好，拿起来啊。嗯，咱们看一看您是怎么卖这件故意的。我得跟您学了。行，好啊，咱们站在这个门口啊。嗯，
不下来就不要拔，知道吗？哦，让您见笑了。开始，笑脸，笑脸迎人，笑脸迎人。哎，这就是我的成家要害吗？兴奋上早，不是您不说有这个吗？兴奋上早，不可以，不可以。你讲这个状态，你要放在销售当中，不要搁在这里。哦，出来早了。哎，兴奋上早，兴奋上早。你拍你的，不要拍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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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拍自己的手啊！哎。哎，大了马的官儿啊，大了马的官儿啊，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这么吆喝，你不能这么吆喝，我说你不能这么吆喝，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吆喝？您不能这么吆喝，不是，你完了，东北大哥生气了，没有没有，不行，你得再配合我一次。不行，你得再配合我一次。你不能这么吆喝，你不能学，你知道吗？我吆喝大马褂，你得站在旁边，不能模仿，不能模仿我，不能模仿我。我不是跟您学这个？哎，不可以，您得把这词儿往下吆喝，往下吆喝。对了，好好好，好不好？好好好，不要太木讷了。OK， 好好。哎哎，大了马的官啊。大了马的官儿啊，得了痔疮怎么办？什么得痔疮啊？您干嘛？您不是往下吆喝吗？往下吆喝不是调门啊？不是调门，词儿往下吆喝，这词儿得往下吆喝了。哦，我听您词儿，我听您词儿、啊。哎哎，大了马的官儿啊，二了马的官儿啊，三了马的官儿啊，四了马的官儿啊，这么排队下去没有意义，我觉得。咱们没有意义排队。不是您不是接了词儿吗？接词儿不行、啊、我是说你得把这个词儿往后延伸才可以啊。我跟各位说了，我这卖件马褂呢、啊、您得告诉大伙儿啊，这马褂什么作用啊？马褂不就套外边吗？对呀、啊、这时候你销售就开始了。这怎么呢？表演出来呀、啊、表演什么？套在了外边啊，告诉大伙儿就可以了。这么直白呀、啊？对呀、啊，销售吗？这个没有销售技巧。是没有销售，你得让人家听懂了才可以。哦，快点，快点，好，快点。哎，大了马的官啊，套在了外边啊，他没有袖子啊，他没……您等会儿，马褂没袖子，那不是坎肩吗？你吆喝出去呀、啊？怎么吆喝呀、啊？那是坎肩啊。我这全是大水词啊，这叫、对，你得让人家听明白才可以。哦，让他听明白才行。能听明白可以吗？水词多的是。哎哎，大了马的官儿啊，套在了外边儿啊，他没有袖子啊，那是坎肩儿啊。好啊，嗯，后边开始了啊，开始什么？咱们要销售了，没问题，撒谎圆谎。您放心，嗯，我去买裤子，嘿，两条的腿儿啊。好啊，嗯，它是一条腿儿的呀。那是裙子啊，这也行啊。嗯，他两条腿儿啊，一个人穿呢、啊。脑子可以啊。那当然了。三条腿儿啊，裤子套裙子啊。啊，三条半腿儿啊，多穿个打底裤啊。四条腿儿啊，给狗穿呢、啊。四条半腿儿啊，宠物犬的打底裤啊。五条腿儿啊，两条打底裤啊。
五条半腿儿啊，一个腿套一个打底裤啊，六条腿儿啊。老板，六条腿裤子你哪进的货？吆喝呀，圆谎啊，快圆谎，快快快！一个人牵着一个狗穿一条裤子呀。您等会儿吧，您等。六条半腿儿啊，是这人穿着打底裤遛狗啊，这。你这卖马褂还是卖打底裤？没有您这么说。你这个销售演员，你看这个销售人员，张嘴打底裤，闭嘴打底裤。你们男人都是下半身的肢体动物。您先等会儿。我卖马褂还是卖打底裤？我卖马褂卖打底裤。什么叫我们男人？我现在在教你卖裤爷，教你卖裤爷。以后不要拉着我上厕所，告诉你。教你卖裤爷，教你卖裤爷。不是，您撒谎不能没边儿啊！你脑子得有灵光才行啊！我这脑子快，您放心。可以啊，没问题。后边更难了。后边什么呀？找钱算账。我数学课代表啊，朋友。是吗？当然，我大学学的英语。来来来，好好好，太好了。我要卖袍去呀。有个领子儿啊，还有袖子儿啊，有了棉地花呀，对了嘛对儿啊，打了棉地对儿啊，他怎么这么厚啊？亲娘续的呀，那是后娘当的呀，当多少啊？来了啊，这衣服是五六毛啊，太简单了。您来，五六毛，五毛先搁一边，六可以分成五合一。二五一十加一，一了快递一呀！天哪，加法你都会，那你可开玩笑呢？我给你两块二呢。朋友们，哎，这就数势了，瞧见没有？瞧见没有？这就开始了。哎，我找你一块一呀。我给你三块八呀。朋友们，哎，现场十以内心算呢，朋友们。我找你两块七呀。我给你六块五啊。见没见过？我找你五块四啊！啊，我给你14362.8毛35厘5啊！来，鼓掌算一算，来，算算算。微信扫一扫啊！我没带电脑啊！你们家拿电脑扫二维码啊？电脑能上微信吗？对不对？那不也拿手机扫吗？您这成心了？我什么叫成心呢？废话，这么大数学肉瘤，谁算得上来、啊？哎，你不脑子不行吗？你脑子不行？您这数也太大了，没人算得上来。谁没人算得上来啊？多新鲜！小伙计，我老板我就能算得上来。